路加福音一章74、75节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被救出来是简单的过去被动分词，表明神已经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。撒旦就是仇敌，没有信耶稣之前，人生都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。神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到爱子的国度中，叫我们今天能够顺理成章、理所当然地侍奉这位神。圣洁是虔诚、前进、圣洁的意思。圣经中只有出现在路加福音1章75节、以弗所书4章24节。这是对神的正确态度。公义是公正、正义、正直的意思，这是对人的正确态度，在人面前的行为规范。用这个原文是在哪里、借着、靠着的意思。所以神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，是为了要叫我们来侍奉神，而且是在圣洁公义里侍奉神。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圣洁，因为他是圣洁的。另外，我们的侍奉是终身的，不是一时的，也不是两三年一任的。